等等，左手，拿左手，你先上来，先来下面。人上岗，人上岗。手于八月下旬接获民众报案，曾因电信网友分享下载投资 APP 后，前后遭骗取新台币500多万，惊觉陷入诈骗陷阱，报警请求协助。本所循线追查，与被害人曾将计就计，配合诈骗集团的剧本，于昨日在面交地点布下防线，成功缉获面交的陈姓车手及上游的接应康姓成员。康姓嫌犯自称是跆拳道培训国手。因发生交通事故无法继续受训，误入歧途。本案追回现金80万元，并查扣虚假公司证件、收据及插有中国漫游信卡的犯案手机。全案依诈欺罪嫌，已请台南地检署侦办。永康分局呼吁民众投资前务必了解投资标的的运作方式，高报酬必伴随高风险，民众应慎防误入骗局。识诈之事不可少，一旦受骗钱难保。我们在52台被撤照，我们在 YouTube 被限流、被黄标，我们在脸书被检举、被降触及，我们全都遇到过。但我们不放弃，让真相被听见、被看见。我们现在有自己的中天新闻网 App， 这里永远不断线，请您赶快下载中天新闻网 App。这个 App 好贴心。中天的新闻、直播和节目全都在这里面，一次满足。